所以嘉宾朋友，让我们用我们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伴郎伴娘登场。我发现呢，伴郎伴娘又有那个亲友团，然后更热情的掌声。那第一个伴郎伴娘呢是我们 Storm， 以及我们的乐乐。那第二个对象则是我们的迅凯以及叔叔，都是我们新郎上的好朋友。那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女生，我们的第一位朋友呢，我们是男神哦。如果之后有需要多一点的交流的话，你非常欢迎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再给伴郎伴娘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我们的伴郎伴娘，开始这个新搭档。我看到我们伴郎伴娘登场之后，现在要请大家将目光投入到我们红毯尾端，来期待新郎官的登场。为嘉宾朋友用掌声来欢迎。